的心，为求阮阿爹，伊答应该给我做命，也不是伊做平。做命，你听我讲，怪你自己，你平时太放荡。我真认真嘞。如今你见怪他人，确实嘛不应当。你敢知影咱阿爹，伊对你嘛足失望，只是旁边的人，人不敢对你讲啊。什么啊？我想有啥人愿意嫁你做妻婆？苏明，不是我平时啊太笨蛋，听到声，大家都嘛讲你，是你无了解我的心啊肝。难怪你是浪荡妇呢。希望有一日你会来嫁我，我日日用心，日日只要顾你这盆的牡丹花。其实咱三个人是自细啊中生，娘啊，我明白啦。有真心的感情，哪里有答应啊？不过我烦嫌你是放荡的个性，若是嫁你以后，绝对无家庭。主任，阿母，你还讲怎好检讨？为甚物到这个时阵，我乃拢处处拒绝你？这是有原因，我毋是讨厌你。其实我甲你做伙，咱两个人讲起来，咱同年岁呢，应该咱都要比别人较亲。为什么你拢定要甲我创治？不但安尼，我上届起起个就是阮阿娘，下摆我甲你行做伙，等伊就见面请我看，叫我多爱惜本分。拢讲我是什么囡仔？你是少爷哥哥在上，叫我面甲你伤过亲近呢。我若看到你，唔知怎样啊，心内就真自卑。既然家呢，我若嫁你，阮阿娘一定会反对。我不如嫁予祖平，人祖平真正疼惜我呢，一世人照顾我，代志已经到这个地步啊，阿爹嘛赞成啊，哇，你莫讲这个所在个代志好无？你听我讲，你如果若爱我改过，会，伊会我感觉性情少温和的，拜托你话做无，我无予你做阮阿嫂，我要甲你结婿咯。你，哎呀，祖平啊，我无爱啦，也亲情基情。当时讲好好，你千万不可搁再惹风波。从今以后，我就是恁阿嫂，我要嫁伊祖平来祖